爸妈，今麦恁两个人手内拢有一件细领衫，衫的两边拢有线，看谁会当先甲夹夹落好。计时开始。好吧，好啊，这是测试你两个人的灵敏度，不管像素像样，都会让代表一张卡片。阿嬷好，阿公好呢？阿公。那不是真的，那就需要你搞工。啊，你的意思是正月五星啊？咱老家搁要闹热啊！爸妈，恭喜哦，你有孙堂胜啊！哇，我总算是等到啊！哎，要问我孙子嘛是偌大？几公岁啊？医生讲还袂到两礼拜。要不咱两礼拜？啊啊！那你莫骑船，哥，你紧坐下来。啊，那唔免啦，骑车不要紧啦。无用的啦，你这么大心大命，袂当伤忝呢。不要紧啦，我是有心啊，唔是破病啊。啊，就是有心，唔才定真。哎，你这么这小 baby 在家呢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么哦，万行代志我该细理嘞。哎，袂当加加多啦，吼。啊啊，袂当啊，迄个食咸的嘛袂使，冰的嘛袂使，还佫有啥？哎，重的嘛袂使提。啊，你哦，行路爱搞抖抖啊，行，每天那个心情要愉悦，知影无？无必要。你明仔载吼，来用吩咐啦。我加请几个人来，无要紧吼。正月哦，对即马开始，所有厝内的代志哦，拢难不做啊。对。阿妈，恁安尼会搞上歹去的。嗯。啊，你是我的媳妇呢。啊，这我的金孙呢，啊，我无生你，我是要生谁啦？阿公，妈妈哦，真正是最感谢你的，那不是因为你安尼个照顾，阮家风迄目睭哪有可能好遐尼啊紧？阿公有啊，若无你，伊免哪有遐大安尼这么紧就行出来？一摆哦，搁替阮老家安尼开计算哟，妈妈真正唔知要哪感谢你的。是要感谢啥？罗家峰真正有够麻烦的，当初为着要安奈伊，那我神经唔知断几条去啊！你俩说我足欢喜哦，无啦，我才甲要死无！那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奈拢无讲话啊？啊，真错！阿姐啊，你看啦，爸爸对新妇就遐尼大方啊啦。你是我的亲生查某囝，我跟你讲啦，只要你甲董俊哦有好的消息，无第二句话，香港、美国拢自动变走啊！我嘛真希望我是你亲生查某囝，啊，不过我就是唔是啊。哎呦，你们有囡仔压力啦！来，紧起来，紧坐，紧坐。你安尼讲，囡仔压力足大呢，你。是啦。阿姐啊，啊，你心内知就好吼，爸爸无逼你哦。大嫂，你应该无感觉有压力吼。爸妈甲哥拢遮尔啊重视你，爱护你，你一定足感动的，卖好好珍惜这份感情。这死早鬼啊！超工第一道面头前点我唔。抓准安尼，我就会硬叫，食较歹啦。想要甲我打，你还阁吃命呢？爸妈，恁大家真正要甲注意力拢放伫我身躯顶啦。安尼，我真正有感觉有压力呢。啊，其实有好消息嘞，唔止我一个哦。安姐嘛有啊。什么好消息啦？那我冇听你讲。嗯，有胡迅安。拜父复活啦！哦，拜父复活，来拜拜啊！顶个安姐去参加同学会饮酒醉，有人真歹心对下药啊，不过在顺安做人家球，那不都危险嘛？
就是啊，英雄救美呢。之前我就感觉吴迅安跟咱安杰外表足速配，啊，两个阁有遐尼侪年感情基础，这款的缘分真正罕的。我想可能爸妈真紧了就阁会继续见。啊，这么严重的代志，你哪拢无讲啊？啊，唔多我刚才有迅安，无个代志不堪设想呢。这个迅安我是感觉伊嘛袂歹啦，伊若真正吼变作我的囝仔。哇，我也是很欢喜啊！爸，阿弟嘞，你对这个迅安印象应该嘛袂歹啊？哎，那有多一个做爸爸的吼，会不愿意家己查某囝男朋友啦？迄除非哦是识久啊，啊知影性啊，才会放心啊，对不？亲像董俊安的啦，是讲哦，这个迅安确实嘛袂歹啦。啊，尊公哦，伊那呢，咱继续交往落去哦，我嘛是真赞成啦。安姐，你看啦，爸妈拢叫你赞成啊，你还挂起啊镜头的哦。你唔通误会爸爸妈妈要互你压力哦。阮是欢喜是欢喜啦，也毋过嘛别逼你啊。你也是照恁少年人的意思吼，大胆去行无要紧，阮吼拢祝福你。嗯，我知影。啊对啊，恁这两位妹控哥哥是不是应该嘛爱学咧放手啊？袂晓阁参像过去同款对安吉保护过度。啊，那无你这小妹身躯边的桃花拢互恁斩了了哦。我即马关心巴肚内宝宝的面糊啊，哪有时间去做妹控？那呢，罗家的大兄都已经开绿灯啊，啊二兄呢？你敢敢要放手啊？我当然嘛是祝福啊，而且我要开始也过到三间无因公司的代志，我无时间管啊。既然大兄甲二兄拢无问题啊，那安姐，这段缘分你真爱好好把握不？大嫂，你嘛是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巴肚内底的囡仔，因为这是你家个。很难得的福分。阿姐，好，我刚才过来。我若是加等一个红灯哦，我就无法度把我亲手做的爱心早餐当面交予你啊。来，希望会当合你的胃口。多谢你。这早餐哦，是我一透早起来做的啦。啊，内面的生菜甲鸡卵拢是有机无毒的哦，安尼食起来较安心，嘛较营养。啊，啊，佮有你上爱的乳酸饮料，互你有一天的好心情。其实你唔免遮尔麻烦啦。啊，我起码是留校查看 ING 呢，我总需要找机会好好表现啊。这胡迅安，见无国外警告，过来是安吉哥哥弟。胡迅安，我去耽误一下，我赶紧上班就要迟到呢。无啥啊，安姐，我跟你去。好，多谢你的搭档，拜拜。安姐，小探姐了。胡迅安，你到底想创啥？安姐，你看我这么用心做早餐给你吃，你敢袂当给我一点仔回应？一点仔就好啊，我就了解你的。你若是吃到介意吃的物件，你的幸福的表情是无得骗人的。所以你才让我看你吃物件，我就会当知影我今天做的早餐有合格无？胡迅，你莫想超过哦。若无你跟我做伙离去啦，我请你啉咖啡。好啊。你这么聊，我真心话，我安尼食早餐压力就大呢。刚刚我分你食，我不要了。你无说压力啦，应该早顿食完就好啊。无咯，不应该食伤紧啦。安姐，你偷偷试食，食完再跟我讲你的感想。不炫，
你都讲不是讲，安杰这面啊表情是袂骗人的。既然呢，你何必要加问啊？吃一份早顿尔，搁还讲感想，你要归去无？叫安杰写新的报告给你。你卖误解我的意思啦，王耀哥，你卖看我体格这好，其实我心思是足有的。那是让人误解哦，我规头壳拢会有诶无诶想出侪，真有可能你无心诶一句话，我就会看一个影，生一个囝哦。我食饱。来，吴轩，参考行李。你无员工卡，无落坐电梯，我送你落去。行。唔是啊，免遮尼赶啦，我袂听阿姐意见的。行啦。吴轩啊，你到底要行无？对啦，公司要紧，那咧我林刚再来找你啦，哈，安姐，拜拜，拜拜。老哥啊，大家拢是输本人，那就安尼去打同手。那是我帮人看到，我都唔知要怎解释。你哪个急脾气啊？我会记我警告你，不准上下想办法接近安杰。安杰无了解你什么款的人，按我你甲我拢真清楚。参与这无品的人，我是无可能让安杰继续待在身边。你听到无？哎呦，话莫讲安尼歹听嘛。你袂记啊？我即卖会变作大英雄，迄拢是你一手创作出来的。而且我的存在，不是嘛替你安康，你无什么健康的秘密。我讲过，你若敢威胁我，伤到安杰，我就把你的罪证全部压出来，把你用关死。知啦知啦，这寡话你之前拢讲过啊。是讲哦，我回去啊，愈想愈感觉我之前聊的拢是对的。你甲大数字间的关系，一定无遐尼单纯。啊，过迄个白头翁阿伯啦，伊一定是一个足重要的人物。恁三个人是毋是咧计划啥物话，囡仔互别人知的大秘密？所以讲，你才会隐瞒安杰，隐瞒罗家所有的人。我讲到这，敢会讲唔对？所以讲嘛，我是照你的计划咧行呢，我有倒位唔对？吴雪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我那一千万不够用啊？你搁想为了这提光借钱？哎呦，讲钱伤感情啦！而且哦，我若是跟安杰继续发展落去，那一两千万算啥啦？笨手！我无可能给你这机会。王耀哥啊，机会是爱家己创造的。严格来讲，咱两个算是共犯。是咧共一条船顶的人，我是啥物款的人，你嘛是半斤八两，无较可惜，卖旧厝皮无买啊啦。朋友之间哦，卖拍牌好去，吼。上届是共一款的人，你若继续共个脑筋，当安就心上，我绝对会帮你爽。